电子资讯时代，学生们已经少用纸本，对于纸张来源和制作想必陌生。为了深化慈少的环保意识，也认识中华文化，一堂手抄纸活动走入传统。回收的纸张化作纸浆，纯手工再生纸纤维明显。每一位慈少再贴上叶片花瓣，母亲节贺卡真诚自然。I think it's like a really good gift because it's also recycled, so it like provides like a lot of things. 乔治亚州理工慈青也在学校参加地球日展览，设计环保之轮游戏，让访客了解如何爱护环境、保护地球。素食、省电、省水、生活减碳，人人做得到。大爱新闻之声美智工美国报道。